到行政院，机管会主委顾立雄到处寒暄，和林聪贤、林美珠点头示意。原本看到法务部长邱泰三、交通部长贺全旦握了个手想回座位，却被邱泰三硬是拉住，比了一个 "It got to be you" 的手势，似乎在说金管会主委的位置非你莫属。但顾立雄只能苦笑，也来回比一下，好像在说没啦没啦。取不到暖，顾立雄换个地方找火炉。看到秘书长卓荣泰，立刻向前，像是在诉苦一般。两人一握手，卓荣泰马上拍了又拍顾立雄的手，好像在安抚他。两人一讲将近一分钟，顾大主委勉强挤出笑容，在政院讨拍好像还不够。一早到总统府宣誓就职，顾立雄跟蔡总统握手寒暄十秒，也趁机诉说委屈。抢黄金十秒跟总统讨拍，顾立雄正式成为金管会主委，但内心似乎不够踏实。银行要怎么处理？我是受虐。到党产会交接主委，顾立雄也笑不出来，准备空降金管会。顾律师自称得先上金融课。事实上，府院也帮我安排了一些这个课程。我不是很明白这个上课的问题哦。那我想，顾立雄主委，他这方面绝对是一时之选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堂堂金管会主委还要恶补相关课程，府院跟顾立雄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？记者温凯辰、卓一姿、安心小组台北报道。